我看法强 CD 不错，他很稳，他很稳。哎，好。他有点技巧，他知道 Q 兵躲我一的伤害，兄弟，有点技巧了，啊你。我大概了解他的实力了，不多，大概了解了。他很细，他很细，用 Q 躲我的 E 的伤害，让他 W 控了。没要了，他想杀我，闪现 W 点燃，距离不够，兄弟，你急了吗？别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卡拉尼。不错，坏。我准备好了。Q 打我打一下，我没有塔了，躲他 E。可恶、啊！等他把 Q 给用了，别急。有点细啊，兄弟。他就是有点细了，我感觉。一闪我吗，兄弟？第一把，第一把，说实话，抓点感觉，我第一把。抓点感觉，大家。想看戏法吗？这个他很猛，他买了，他多兰顿救了他，知道吗？多兰顿救了他，他回了太多血了，多兰顿。很猛的卡拉尼。就是第一波的实力，不代表我们第二波还是接着实力，慢慢来。把线清了吧，他没有买药，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耗不动他，没机会吗？走了吧，帅！这波六级了，兄弟，他这个你这个位置他肯定能去抓你的，直接送塔吧，真的。不掉。好，好像被抓死，塔里有闪现了。下路这个线去不了，这个线去不了，不好抓。
凯隐，我操，那烂泥吧，一直在中路。他这一波抓我没打到我，他第二波又打了我一波伤害，他这不还不走？我都服了这凯隐。 装备有点好，他这波回家1700块钱回家，好吧你，1700块钱。 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，这个人头能拿到我们这波不难。我没舍得掉闪现，别烫了，兄弟，这波烫了要死了，好像还是要。 莉莉亚应该能杀吧，莉莉亚，这个闪现浪费了，嗯，我准备好了，哦。 是，E没好呀，兄弟，怎么这么奇怪呀？这弹幕，我想死吗？这E好了，我肯定用呀。快，我们走。我都麻了。不是有E，我为啥不用呀？ 现在不喜欢争论，你们说没好就没好吧，啊，你们说好了就好了吧，不想争论，争论很累的，自然大家。这波我想再探一下。
奶妈给他奶了一口，我操，兄弟，我真烦，我真烦。看回放吗？不想看，没好没好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我的问题。好了好了，没用。好了好了。这个钱尬住了，这个钱不来鲁登呀。你再逼一波，给他们吧。蓝能给我吗？有点缺蓝，兄弟，有点缺蓝。你这蓝给我吧，兄弟。下一个，先走吧。我们走。不会想拉我吧？天哪！怎么杀我？啊，那发育也不差，他装备怎么出这么慢？波兰盾，谢谢，赶紧走了，兄弟啊！好吧，好卖了吧？兄弟们怎么全死了呀？明显别点吧，霸不住，不亏，不亏。两个。我听明白，就是作为一个人。这把凯隐不好杀了，是吧？出个神印先，这难杀得到。
别打别打，他们很多人在下路了，这波先别打了。磨刀怎么杀？对呀，他直接以磨刀水晶枪啊，上单也水晶枪，辅助也水晶枪，这他妈是真难受，兄弟，都补魔抗了。我得留个E，主要是我不留E的话，我起来要被卡琳给嘎了。没走又躲到他的 Q， 兄弟。没躲到他的 Q， 操！下来了，小猫，太好了！下一件法杖帽，下一件。这把游戏，发育。不能贪了，这波贪凯隐过来一个惩戒我们就死了，反应是不能贪了。正面吧，他们现在三双水晶鞋啊，我这把早做到万永恩了，万永恩压力没那么大，万永恩我就乱砍了。别给他挨呀，那凯隐太厉害了吧，这样的跑，狗凯隐，操，大了，他硬杀我，兄弟，他这样的杀我就没意思了，闪现点燃我，他距离不够，闪现点燃我，哎，我这个鱼空了，你们知道吧，好恶心啊，我这个鱼喂过去的时候被他给拉了。但是不亏，怎么说？把他吧，这波吃了两个点了，走吧。
小猫溜水了吧？来，上车了。鱼丢到二十元去了。我在被他被拉的一瞬间丢鱼，我丢不出去的，好像就丢不到他们四个人了，被拉进去了，你们知道吧？丢空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有沙漏的，把沙漏骗出来，他也死了。还拉还拉还拉，来定一下，跟我小猫定他 Q 一起来，还一行杀不掉了，你们杀他，他顶不到，一起来 Q 潇洒，不要拿门靠了，把你有阿闪，把他没闪，这边小心一点，别被阴了。主要是我玩卡里玩多了，知道吧？这种英雄他回家可能会在这种草里埋伏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要来找这波 ADC 的。玩卡里玩多是这样的。先吃个蓝吧。是吧，先法兰棒很好用的，他们魔抗多，我们的法兰棒可以破他们魔抗，接下来你们看我操作就可以了。太年轻了，凯爷快点吧，哎呀，一起来，看难受了，没事，开沙漏，我操，我沙漏开不出来，熊猫被拉了，熊猫，简单拉走，怎么最近这个沙漏有问题啊？买到假货了，我操，天天开不出来啊，键盘没坏。还好有吧，好，打了龙吧，对面有个红，哎，这个红不要了。想看戏法吗？说实话，对面开眼这样做引魔刀没用，你看我们卡他跟万豪打他，真的跟真伤一样，全是引魔刀加血。就和游泳一样，其他人乱杀。莉莉亚不在，莉莉亚怎么还下去耍？我们打打龙吧，莉莉亚。太晚了。杀老鼠，给他一闪。有沙漏，想跑一波，老鼠纯纯玩具，对吧？
不跟他玩，没事，直接推了。